这个蒙牛方面呢公布了这个使用这个 OMP 呢已经呢通过了内地呢这个工信部呢还有就是农业部方面的这个专家呢进行这个安全的论证，相信在对于它的股价来说呢，对这些负面的影响呢，已经呢慢慢反映出来了。不过这是担心，就是未来呢，它的业绩呢也有了机会受到这个负面的因素的影响。我相信它的股价呢有机会呢落后于整体的大盘的表现，特别就是因为它的估值方面呢，比较在一些国外的同业呢比较高的原因。